为他说，哎，你不要讲啊。来最左边。好的，谢谢。小杰跟大家打一声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然后小英是我早上看到的新闻，他说，哎，你不要讲啊，我都不想提你。哦，就现在。这没力气耶。哎，对。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对啊，我走进来，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都。怎么样？你们两个不要在那边语塞好吗？就想说什么就说。看新闻还讲？哎，没有，我新闻下面说，哎，小姐要来李九镇的记者会，我说哦，他要。所以他也变卡，很感动。很感动，你这有点硬接哦，对，我硬转，对啊，真的啊，因为他为了你还硬要出席，不然的话，对，其实这个奖我是小杰，我可能不出席。我们知道没有啦，快讲，no， 最后的那一天，最后的那一天，不好意思，你们也照顾一下江宏杰好吗？哎，你会唱哪一首？在旁边。我们出去的时候，你应该都也会啊，我也会。来，你唱一下，我们接。哎，这真的都没有蕊，这一切都是。因为他的歌真的是我们朗朗上口的歌。你觉得小杰 OK？ 那一天其实我会。真的吗？那你要不要补我们刚刚后面的？你可以开个头吗？最后的那一天，最后的那一天。他刚刚唱最后的那一天，好像是前天吧。喂 ，no， 听啊，刚刚小杰也是力挺你，然后现在他心情状况有没有关心一下他？我跟浩，然后我们都是很 close， 然后啊，对我今天非常的感动，他也很现在很辛苦，但是他来听我，我就非常感谢他，我很爱他们了。然后，就希望一切都顺利了。对，老婆应该会来吧？老婆也，我也不知道，老婆你会来吗？对，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比较困难一点，但是我对还不知道了。多久没有看到他呀？其实我前几个月就看到他。会去看到他，但是，啊，对，就还是就觉得，很想他、哦，很想他，然后就希望他也可以来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也不一定了。你说要请他先准备的，尽量能够来就来。对，如果可以来的话，我也会开心，但是没办法来的话，我也现在就这样子没办法，